现在什么时段？好吵。是2015年的9月20号晚上的10点半左右。OK， 某种方式，又外另外一波用新的方式，因为慢慢摸索的结果。OK， 我基本上不做整理了，但是我随便看一些期刊了，就是稍微上次我们画面上看到的Science Weekly。是科学周刊了、啊，就像这是从哪里？这是市立图书馆那流出来的，那就半年之后就流出来，3-4个月就流出来了。这什么动物？哼 ，Science Weekly， 我看看喽、哦。就是如果是2014年12月5号的 AAS， 我看看。哦，做个整理，基本上是 the top 的，就是全世界顶尖的。我会。比较知名就是综合性的科学周刊到 journal 的程度，就是 scientific journal 程度，就学术性的。Science 是基本上是美国的 ，Nature 的话 ，Nature 自然杂志是英国，这两个基本上，impact factor 就非常高了，就占据前面几位的。我看看这一本里面的 ，OK， 我看看有些主题的话，哦、好丑、哦、，A shocking predator 是非常令人非常令人震撼的什么？是掠食者什么东西 ？OK， 看这个就知道，就是这个应该是电鳗吧，就是亚马逊的电鳗，就会发电的电鳗，鳗鱼。看看，是啊 ，electric eels remotely control the muscles of the prey， 是、啊，它是用遥控的方式，就是遥控的肌肉啊。是啊 OK， 它是探测什么？他们猎物的那个这肌肉很特别，我看看这怎么回事。我看看这是第几页啊、哦？我没有写几页。我们看目录的部分，过了一分钟了。那目录的话，那基本上 Science Weekly 啊，那前面大部分是重点新闻，那一周来发生全世界重要的是科学学术性的重点新闻。那 brief， 那像这个 insight 这属于比较深入的讨论。那前面一部分呢，像是研究性的一些报告，还有一些社论性的东西，就是资深的那个科学期刊的编辑啊，写一些评论，他做一些概要性的介绍，因为他不可能太深入啊。Science Prize Essay， OK， Later 这是通讯啊 ，Research 研究性的，他就是他是做一些简要的编排 ，Review 的话就是这么讲了。回顾吧，或者是做一些评估 ，research article 后面的话就比较专业了。看，那它分很多不同的那个，我看这边还没分类。我看分类的话 ，books 不是新书介绍，新出版的书籍啊。好，我看后面看看，我们今天重点还没讲到看看我们看后面 news 的部分 OK， 这边。是啊，就讲到是天文科学的问题啊。OK，Planet Genetics 很特别啊、，Plant Genetics 植物的是遗传学，然后 Reports 是 Valleytronics 是大概是细骨是不是 ？Ultra Fast Generation Pseudo Magnetic Field for Valley 啊，是的 ，Excision。Heavier chemical kinetics 是化学的动力学 ，surface structure 是结构就是物质结构的这是科学结构科学，就材料科学的一部分。Human capital 是怎么回事 ？Summer jobs reduce violence among potential use。Paleoclimate 就是古大气学，就古代的大气学，比如说地质年代上面就是几亿年或几千万年前。地球大气的变化，这是古大力学。然后，127是 oceanography， 是海洋学啊。1231呢是动物生理学。1234 inflammation 是发炎，是伤口发炎或什么的发炎的发炎。OK， 我看后面 transcription 就是转译啊，转译就是细胞之间的转译，这是一种就分子生物学的部分哦。Ether structural 吧是结构生物学特别，我看看这怎么回事？什么叫结构生物学啊 ？Time resolved serial， 这是结晶学的部分哦。OK 是它是一刹那之间抓住什么？就高解析度的什么
Photoactive yellow protein 就是黄色的蛋白质，是，感光性的黄色蛋白质特别。Departments 后面是属于社论的部分。Undercover 看吗？讲到那个封面故事了，封面故事讲，Electric ear 就是，基本上那个电鳗可以发出600伏特的是高压电啊。基本上是从那个它演化出来的，是肌肉组织所发出来的电的。那我所知道就有就正极跟负极互相交流结果就是 OK。然后基本上这个电力是它的武器啊，使得这个电鳗呐、啊，可以呢，那远方的是哦是啊，是特别的，肌肉组织哦是特别 OK。看到了一二三一，我们看了一二三一页好吗？一二三一页的话，看看在哪边？155页，一二三一的话，哦，一二三一，看到了。我们专门看看那个电鳗怎么回事。一二三一，一二三一，二二九，哦，这边是啊，特别的。The shocking predator 说 shocking 它这个东西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令人震撼的，另外一个是它电击嘛，比如电休克用电击方式，就令人震撼的，像不就是它就发出电击这样的东西，是哦，特别。光看那个，我看看图 OK 吗？这姿态也就透过荧幕看字看不太清楚，跟它那个发出电流那个局部的器官呢、啊。这什么呀？Canis Catania，这好像不是英语系国家的学者所那个的，我看看。Department Biological Sciences，哪里？什么大学？VU。哦，那是 VU，哦，还是基本上也是美国的。是啊，纳什维尔。Verbal Build University。VU 是 Virginia 吗？不晓得，是 VU State 不晓得。OK，是生物科学系啊，特别的。有机会的话，到时候消化一下，再做个整理之后。那我还记得我以前带过学生呢，10多年前带过学生讲那个亚马逊电鳗的问题。他岂不是电鳗呐、啊，在那印第安原民部落，他们当做什么？也是特效药，就是什么东西特效药，就是当做治疗关节炎的，特别就吃下去，当用煮过吃下去，关节炎特效药特别。后面是什么？哦，information 就是后面是啊，市中心的是什么东西？市中心的扫描 activity 是后面另外一篇呢发言的问题。OK，大概告一段了嘛，就8分01秒，大概看一看。后面这个比较专业，非常专业的，是不是专业的人他都一般没法消化。我们看前面的部分，我们看前面的话，再看看前面的话，看有没有有趣的。海洋科学，是动物一二三一啊。Permians 什么东西啊？Fermions 什么 Fermions？Heavy fermions。Surface structure，我看看，很特别，我们稍微看看哦。Animal physiology 一二三一，我们看看那个重要的是消息的部分，OK 啊，消息的部分。如果说去年年底的话，有什么特别的消息？科学界，another boost of cosmology 就是啊，对于宇宙的这些这结构，就是整个宇宙的结构哦，这个模型结构是标准模型，有很大的突破。不舒服。另外一波很大突破，这是什么？More faster NSA 是什么东西？Surgeon under investigation 是外科手术啊，手术医师。Social struggle to gauge risk of childhood 是啊，这是什么？就是小儿科吧，就是麻醉性的问题啊。这个东西我们经过非常多的挣扎，就历程非常长久。做过非常多摸索，就是对，这基本上那个我所知道就是那样的麻醉药的用量用剂问题，它拿捏非常好，恰到好处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太多都不行，太少也不行。基本上我做个整理，那麻醉呢，基本上是从镇定开始，镇定，然后慢慢进入昏睡，昏睡呢，然后基本上就是麻醉，麻醉作用阶段基本上就是死亡，基本上是两个端点在过渡，刚开始是镇定，然后是睡眠，就安眠性的。
第三个呢就麻醉，第四个呢最极端就是一边死亡了。所以那个东西那拿捏非常重要，所以现在那个是就麻醉科是非常关键的科学，麻醉使得人能够动手术不容易啊。麻醉东西，那早期我看那个早期医学史的发展，我人生经过非常多的挣扎，非常多的探索，那个历史非常是啊，那个非常大的要紧呢，使得人能够动的外科手术。审判，他是在美国一年当中的麻醉使用，我看看哦，600万是吧？是600万呢？儿童是在15岁之下是600万，那1500万是不是150万是什么？是婴儿是12个月以下，就是1岁之内的，150万。那15岁的话，15岁以下是600万，一年是麻醉都是大约统计特别。下面看看副标：Neurological warning signals in animals drive push for new starting push 特别。这麻醉当然是麻醉神经系统。去看下面，这 in depth 是比较深度的。我们看下面，这是什么？Satellite check heritage loss across Syria 的意思是，叙利亚当时不是发生内战嘛？那是好，那西方也介入了，叙利亚跟伊拉克，什么他用那个人造卫星呢、追踪什么？追踪就是说，那发生内战，非常多的考古遗址都遭到破坏，他比较用人造卫星方式的跟踪，因为西方不容易进到那个地方嘛，是。我这边还有图，叙利亚图啊，特别点点点点，怎么回事？下面是约旦，然后左下方是以色列，然后伊拉克在右边，上面是土耳其，是这是叙利亚 Syria，下面是沙地阿拉伯，就我来用人造卫星的拍摄方式，特别的。西方握有这个技术性的先进的技术，就用这个方式给切入，不见得要深入内地，而是内陆太多太易出来阻挠。我看2011年12月的时候，那人造卫星呢是特别的，是古代罗马遗址。OK，暂告一段落嘛，不再显示。好，我们看12分半了，这是什么？All man and disease 是什么回事啊？伊波拉病毒，赖比瑞伊波拉病毒爆发，这是特别，是什么？Epidemic 就是流行病学，这是谁呀、是特别的。Hans Rosling 是 is a global health 是 celebrity 是特别的，是伊波拉病毒的，就是如果是去年底的资料是20，看再看看一次，再看一次。是2014年的12月5号，December 5th，OK，看看这个东西。哇，我本身小时候本身就1年半左右时间没有接触医药新闻，全世界就台湾新闻都没在接触，不要说全世界的啊。那有机会我们讲吉米卡特，那花生吉米，他觉得他基本上差一点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为什么？他在非洲大力奔走那个。消除那个什么哦，对，麦地那脓线虫，特别一种寄生虫，麦地那那很有趣的故事，跟古希腊有关系，怎么回事？巴西科学家说什么样？说 Finding Bonanza 是啊，Brain Campus 怎么回事？OK，不管，我看有趣一点的，这是什么东西？Calculus risk 是 Calculus risk 怎么回事？How much？ABRCA 是哦，是啊，这基因突变怎么回事？是啊，罹患率给提高了，是啊，在妇女乳癌上面是 depends on her，根据年纪来比对呀、是家庭呢，就是其实基本上乳癌在很早先一段时间跟那个基因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家族里面有妇女同胞得到乳癌，基本上那乳癌几率就大幅提升了，就潜在几率大幅提升。你看，这边是一些数据。乳癌罹患率就比跟家族连接的一些数据啊，特别 OK。看过去这是什么？是 menu cancer gene 是癌症基因的，怎么回事？哦，高危选群的那个基因群的时候，特别不同基因的片段呢，是啊，特别，包括卵巢癌啊、乳癌啊相关的过去。下面哦，就哈哈，这 insights 比较深入，就对
这是就是发生的消息的才看的。OK，是 Mars Microsoft and Mastodon 是如齿象啊，什么马象那么容易吗？如齿象 Parrot over 波多黎克的鹦鹉特别的看。Have you heard nesting bird？你有听到那个是筑巢的鸟吗？The creatures through the micro 是微小的生物，是微生物的世界特。有机会我们讲微生物的世界，微生物演化非常特别。我们叫人类是从微生物彼此共生聚集而得成，形成这个复杂生物。所有的生物基本上是从单细胞来的，单细胞怎么可能变多细胞？那是聚集在一起共生的结果。共生呢，某些东西它基本上专司某些功能，那就聚集在一起变成共生的一个群体，那就变成复杂的多细胞生物。Sunlight 啊，我看这个，The case of vanishing honey 也是啊，那个蜂巢，那个空蜂巢就是浩劫症，是不是？就是蜜蜂全部消失，蜜蜂消失很大的撞击，对农业来讲，很多东西慢慢撞击，这生物圈有就特别的危机，人要提高警觉，发生什么事，迫在眉睫的危机，这不能不正视了。那远端的就不用讲，迫在眉睫，要先解决，要先面对啊。I watch OK，是蜂巢，那蜂巢那就是什么浩劫是吧？浩劫症候群，那就是怎么讲？OK，然后？Kiss guys with poor nature mission 是到火星上的，是太空的东西，是天文学。我就半年没有注意到，那最近那个是新地平线号，那到那个说大家看一看。From you to the universe，太空的，OK，特别的，gigantic galaxies 是星系的问题。Osborne Big Book 这是书籍，是不是？怎么回事？Royal Society Young People 说是啊，是得到是儿童奖的那些科学的出版品嘛，说就在那边做整理，特别的。好的，已经进入正题。How ice sheets melt 是啊。是冰块融化的问题啊，是地球大气跟是温室效应等等问题。好，暂告一段，你到17分25秒了。